哦，干，好想再要一张哦，哪里还有卖啊？再一张好不好？再一张，再一张，再一个加九，我们让爷爷看看，1800张点不到加九，跟30张点到两个加九的差距怎么样？我们再一个加九，来，文老爹干电玩。我不知道你们盟会不会扣公积金下来了，但是我们今天确实宙斯的成钻我是发出来了，陆续再发了，今晚已经陆续再发了。那我们总共的今天总共是发300万钻哦，就是各伺服器是发300万钻，各服分到的钻不太一样哦。依出席人口来看，那一个人可以分多少？我看一下哈，哦。资源的会有吗？哎，那个资源的那个。联盟会议是说支援的找那个什么，找各服原服内要，欸，我听到的讯息是这样，你帮我确认一下好不好？支援的是找自己服内拿的样子。好，来，我看一下一个人分多少。其实因为人数太多啦，啊，我们分的也不是全分下去，所以应该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多吧。啊，因为今天缴税啦，事务所缴税最后一天，然后又刚好卡到那个钻石成钻分下来了，我赶快处理，不然欠大家太久了。哦，欠大家太久了，那欠那么久我也很烦啊，我，哦，欠那么久我也很烦啊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发下去了。伊娃鸡丸的要回伊娃拿就是了，你们帮我问一下好不好？问你们的头好不好？这个我们都可以互相聊一下，因为我收到的讯息是支援的不用发啦，这是我收到的讯息啦。不过没关系，要发也可以，因为我这边还有钱，哦，我这边还有钱，所以没关系，你们去问一下你们的头，如果说要找我们发也可以。好不好？要找我们发也是可以的啊。我目前收到的讯息是不需要了啊，你们帮我确认一下哦。如果没领到，可以来找我问，好不好？这个没问题。哦，我反正这个公正公开，就这样。来，我，哦，看一下各服大家可以领到多少哈，哦。老爹人真好，这跟我没关系，这个钱也不是我出的，我只是代管而已。好，哦，你们必须理解，这个钱并不是我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所以并不是从我这边掏钱出来的。好，而是大家一起打赢的钱嘛，对不对？我只是代管而已，哦，所以也不是我发给大家的，也没有什么大不大方的问题啊。我就拿宙斯06来算好了啦，06分到的钻石，因为人口比较多，06分到72万多，然后除以人口是人数是140，哦，一个人有5000欸，干，欸，有这么多吗？等一下，我有没有算错？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确认一下。哎，真的干，一个人差不多是，我先讲哦，一个人大概5000呐，啊。不过我们分下去，不见得你们的干部要全发哦。哦，可能你们要扣一些公积金起来，我不知道哦。哦，总之呢，我们是依人口数来分钻，那每个人口大概是发了5100钻，那你实际拿到多少都不能怨，好，哦，都不能怨，因为。那是你们联盟的，你们自己服内的规定，啊，你们服内要不要做公积金是你家的事情，啊，不要跟我来这边靠北靠步的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我不接受哦。哦，那我们06怎么分，我们到时候再讨论一下。但是我发下去给各位，我必须坦白说，就是以一个人5100下去算的，这样知道了吗？哦，那我也必须说，各伺服器好，哦，分钻的标准不一样，并不是说哦分得多就是好领导。知道吗？哦，并不是说分得多就是好领导，有些事件呢，他会扣比较多的公积金起来，我认为无可厚非，哦，无可厚非。只是我个人呢，属于比较喜欢啊，哦，比较喜欢比较担责任的。我觉得一堆钱在我身上，我觉得压力很大，所以我分比较多出去。坦白说，我是一个比较没有责任感的领导，对吗？哦，所以别的伺服器如果分比较少。不要去靠背人家哦，那是我比较偷懒哦，我不想要身上拉了一堆钱在我身上，我觉得很烦哦，好吗？大概就是这样。感觉有机会。有机会。阵亡了。
击舰艇。体力已经见底。拜托拜托拜托，睡啦！哦，哈哈，还行吧。哦，二十关就没问题了啦，二十关是比较好打的。感谢大家帮忙哦，打到差点哭出来。我现在蛮想要让这三个徽章都上加九的，然后这三个我来点魔攻，各点一发好了，好不好？七。好，一个七，七，好，再一个七，七，好，三个七，我早就三个七了，现在又回到三个七，好像智障哦。圆梦大师1800张没加九，一个都没有加九吗？那个太衰了吧，那太衰了吧，那跟我是不同种的人啊。我觉得我这三颗19张就上加九了，哪需要那么多张啊？1800张还没加九。那是什么样的衰尾道人啊？1800张没有酒，那简直就是衰尾道人中的衰尾道人哎、欸！那是地狱倒霉鬼吧？来，给各位示范一下，什么叫做19张上加酒？八、八、九、八、九、这种东西1800张没有加酒，我刚刚19张只用了5张哦，5张加酒，我们用倍数来看的话，1800除以5，360倍哦，360倍，基本上我们的高度是不一样的，我们5张加酒，5张啊、哦，用到1800张，我实在是怀疑那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啊，这个随便点一点啊。干，这怎么上不去啊？干，怎么变加一？什么问号啦？5张加9哎，5张加9哎，我已经4个加9了，1、2、3，还多一颗哎、欸，什么叫天选之人啊？点面具，这不要嘞！看我3个8哎、欸，还有哪里可以买徽章啊？服内可以买徽章，对不对？买个徽章，搞不好今天2颗加9，3个都点1钻，没有。我呢，这个人吼，觉得人生就是不要那么完美，要有挑战性，懂吗？我觉得人生不要这么完美，人生那么完美有什么意思呢？对吗？总要留下一点遗憾嘛。10张，来。七啦，好，今天运气真的不错哎，779哎，各送1张，6、8，哦，干，好想再要1张哦，哪里还有卖啊？再1张好不好？再1张，再1个加9，我们让爷爷看看1800张点不到加九，跟30张点到2个加9的差距怎么样？我们再1个加9，来，再1个加9，靠杯盖，没事没事，诚如老爹所说，人生不需要这么完美，对吗？我们总要留一两个啊，没有加九的慢慢点嘛，对不对？人生什么都用到最完美的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对不对？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人生就是还有一点目标嘛，